明星，那叫你拍垮。我真好啊。一定是伤忝啊啦！遐个衫提细人就有就好啊，唔免家己来啦。你来还这个家，我来照顾志文，我来公司搞倒三工，安尼实在伤忝啊啦。人我就是爱替你换衫啊，我袂忝啦。查某人会用个替阿姨安排做搁较济个代志哦，伊嘛袂忝。彩华，你安尼讲，我是真唔甘呢。好啊啦，你先过去洗洗，我煮物件给你吃哈。彩华，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啦。你替这个家这样无用着，我得好好学习，做一个好太太。嗯。新秋，妈，回来啊。啊？志文困去啊？志文已经睏下啦，志文这阵啊哦，和彩华教教我安尼还乖呢，佮出听话哦，真正哦，愈来愈捌代志。信昌，你甲妈讲一下，我来准备今日食，嗯。多谢啊。信昌啊，来坐咧。阿妈妈看你甲彩华哦，这阵啊感情愈来愈好。我的心肝内哦，唔那是欢喜，我嘛感觉足安慰。天公袂好第二届机会，一旦甲彩华过做红布，我是真感激，我一定好好珍惜彩华。安尼才对啦，唔当去辜负着天公伯的好意。啊，搁再讲，彩华这阵哦，夹在恁爸爸甲严明珠的中，确实有做些代志哦，互伊做歹做人。彩华的个性，伊有代志嘛袂甲人讲啊，所以你即个做翁婿都要较体贴的，知影无？妈，我知影啦。我已经知影是阿姨害死阮二丈的。我到底是应该安怎做才好？去检举阮阿姨？不用的，我做袂到。伊是饲我大汉的人呢，敢讲我着安尼继续我骂落去？不过我良心阁袂得过。你困袂去啊？我给你擦掉，遐太细啦。无要紧啊，哪得安尼讲的？啊，有心事啥？是你想啥？无啦，哪有啊？明明就有，搁讲无。我找一个人。人着啥物？乱七八糟。我家己嘛无啥会记。彩华，你一定是伤忝，才安尼啦。我阁欠你一个陪我旅行，找一个时间来去陪我旅行好。好啊。彩华，我是欠你真多，陪我旅行当补。不过我欠你的，是用我一世人时间拢无法弥补的。你妈在讲，你也不欠我啥。有嘞，过去我无让你伤心，冇你流目屎。新秋，已经过去啊。你安尼讲，已经有够了。我已经感觉足满足的。彩华，我真正是全世界上界幸福查甫人。
见过啦。我是徛在遐创啥？是嘞。啊，来三更半暝走来找我，甲性笑冤家啊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你。半暝还走来找我，什么代志这么重要？阿姨，你去自首好不好？你是来讲啥？你应该知道我伫遐讲啥才对。是讲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找到新聪英爸爸，威胁你的犯罪证据啊！你有空台钱，叫我犯罪证据？这只老狐狸，佮我变讲无？证据嘞？给我。我是无可能给你。你。明明就是你家姨丈送了老太太该死的，你竟还阁做会出来？我就叫警官去查，袂好，等到三年万年的起诉，这件代志你哪做会出来啊？你敢点去啊？叫物件给我，我做袂。那呢？你是想要去检举我？我做袂出来。我是饲你大汉的阿姨，你嘛知影，我一直甲你当作敢那亲生查某囝同款。做一个单亲妈妈是我辛苦，你敢袂当了解？搁再讲，我即马所有的一切，以后嘛拢是你的啊！哦，阿姨，你对我拥有几分？我永远藏在心肝内，所以我希望你去自首。你是在讲啥？你明天要去自首？你的意思是要叫我放弃我用心计较才得到的荣华富贵跟地位？心，荣华富贵跟地位，你袂过良心跟平安的靠贵啊！良心，你是八成啦！良心是计赚偌济钱？良心可袂当做饭吃，可袂当做衫穿。所以，你就做袂你家己的良心，去换你所要贴钱甲款钱。对，我追求我要爱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我根本无看你去伤害另外一个人啊！我早收我的亲生爸爸的性命。你必须去找阿爸，敢讲林院长的失踪嘛，跟你有关系？真的不敢相信，阿姨，阿娘，你竟然在困在路边？我拄才搁看你伫个走嘛，阿姨，你的良心都未足俾你哦，丫头三只有性命的阿姨。你前的阴影，总有一天，你都要面对受尽的苦，不是无报应尔，这是时间早晚。
袋，不要看我。如果代志过我，赶紧还我！代志过我，你听到没？结果还我，结果还我！阿姨，阿姨，我可有良心没？我绝对不可能对不起秀啊！我绝对不可能拿结果给你。祖秀，叫你祖秀，阿奶得怕他去呢，阿奶你有机会过江进来啊！卖个狗！原来，原来我辛辛苦苦饲大汉的人，这嘛是要给我毁掉？阿姨，我只是跟你斗三工的，只要你去祖秀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去自首，我真后悔，我是怎样要跟你饲大汉，我当初应该跟你吊死，都有一个机会来反悔我。阿姨，你知影反背我的人会有什么款的下场？卖逼我！我再问你一次，真久嘞？啊？天未光啊，我袂用让心中知影，我有去找阮阿姨。是安怎？要让我发现阮阿姨的秘密，信聪因爸爸看阮阿姨，一定会逼我交出光碟。那你我是要安怎？敢讲是我爱离开信聪的时阵啊？信聪，我实在做感激天公伯。会当让我第二摆嫁予你，我感觉我家己足幸福的，足幸福的。我真正无想要离开你，不过我若是无离开，阮阿姨甲新昌因爸爸一定袂放过我。那安尼，一定让新昌真歹做人。不过我若离开，姊妹是要安怎？现在幸福的时间拢是这么短。走，我要来上班了。金秋，早顿吃起来再去啊。我袂赴啊啦。陪我吃早顿嘛。我有一段时间啊，蔡老，我有一世人时间，咱陪你啊。
我今日真正是有重要代志要去办啦。为着我，迟到一摆好吧？好啦。哇，哈，小大的，小华，走。阿查某从客在切草哦。小华，阿今日敢有啥物特别日子？今家啦，妈，梅好不？嗯。彩华，哎，谢谢。你平常时哦，都去传纸文，啊，厝来厝外，这侪代志要让你无闲。后摆去早顿哦，我来传就好啊啦。你两个哦，拢免无闲啦。过去哦，我去巷口买早顿顿来分食啊。啊，我都拢已经准备好啊，紧食。我一个感觉哦，我就足幸福的，在我生命中哦，上吊上幸运两个查某人哦，都要传早顿给我食。坐下。后一摆，唔知虾米时阵才有机会，搁厝边个新冲食。哎，没有啊，要来上班啊。阿忠，你不要食了才走。上班够会歹势啦，嗯。阿忠。彩华。我感觉你听起怪怪的。我照顾你家己。我来上班了，妈，我上班了哈。还是你嘞？进去啊。也免出去找到光碟啊！无可能啊！那我将光碟藏在家，也免出根本就找无啊！也唔过，也够有啥物人来过我家哩？敢讲是？早有空台就打电话要找彩华，是有什么代志啊？哎，这个彩华到底是在创啥？是安怎拢无要接电话呢？美英姐，我也是爱提前找一下才会用的。
来！你真过分！你也歪想看卖啊！你认为迄个有权有势，这么啊青影，拢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。你真搞吼！你搁敢出卖我？你是不是人啊？叶明珠啊，你即摆是来安怎？去食着炸药啊？是？一来讲就对我大细声，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家己做啥物代志？你心内清楚。我做啥物代志？你不是当我的面，把光天变压断啊？哦，真敖，把我骗吼，把真正的光天变藏起来，你到底存什么心嘛？我哪有？话唔通后面讲。第一届你甲信昌讲的话，互我抓到啊！你已经出卖我一届，这届想做个动脚手，把光天变藏起来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啦，我连单衣服我都敢下手，我赶快来对付你。你无证无据，你凭什么红我罪？彩华已经光天变高。彩华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是会打我，伊哪有可能来对待我？哦，神灵啊！总算承认光碟片的代志啊！你是个大官是安怎？你这个大官敢比得过我慈义大汉的阿姨呀、啊？彩华伊就知影要感恩，你是跟我斗阵的人呢？啊！你竟然敢出卖我！你真正是比地狗更加不如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你这个贱婿！贱婿！猪啊！你听我讲好无？不是听我讲啦，尽心都是尽心。明珠，明珠，严明珠，安怎？即马这种情形，我是应该继续留在家，还是应该出来？我咧替你教训这个无情无义的人，这么精彩的好戏，你当然爱看。严明珠，安怎？屁用啊！你着倒看到，我甲伊拍到安尼哦，伊就敢那狗，乖乖乖，拢唔敢甲我回手。你这是狗抓无啦？杨凤台，我今日拍你，算对你客气哦。今仔的代志，我绝对袂准煞。我会当你八九天，我赶快当你下落地。你休息，你就气我。明珠啊，明珠！凤台，刚才拄才入来的人是我，果然当作什么都无看。假使入来的人若是姓张，予伊看到拄才迄种情形，你这个做爸爸的，面底皮要夹去倒位去？当你也不是一个无才华的人，谁那无靠家己的本领，要去靠严明珠嘞？将家己不甲这种情形。叶明珠这人，你也不是无了解，伊根本就是无讲道理嘛。你敢明坦白甲我讲，你到底是让叶明珠抓到你什么枕头？伊若无照你的个性，无可能安尼在伊拍在伊骂你。无甲叶明珠的代志，恁无法度了解。对了，啊，你普通时拢没来过公司。到底今日来公司什么代志啊？我问你，你找彩华找到这么要紧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我是想要信出来东西来跟我斗相共啦，所以我才来找彩华去甲伊讲去。感情是安尼？对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啦，我现在送你回家，顺便我也看彩华有囡仔一个。
代志唔满啦。什么代志？哎呦，拄只太太吼，带志文走啊啦，啊我那个动吼都动袂掉啦。走啊！哎，跟我讲伊要去倒，啊我都看伊掼一骹大皮箱，我问伊讲要去倒位，啊伊都唔敢讲啦，干那交代我讲吼，哎好好照顾你个头家啦，啊伊就走伊走伊啊。我知影，你先去无闲。奇怪，蔡华祥怎离家出走？蔡华走啊！安尼讲起来，蔡华会离开，跟迄个光碟片绝对有关系。孔太，你找蔡华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是安那你会再打电话给伊，伊就要离家出走？哎呦！拄只你也有看的，我踮在公司内底打电话给伊，伊拢唔肯接电话。我也是甲你同款啦，到今麦才知影讲伊走。我唔相信，你绝对对彩华做出什么代志，也若无，伊袂无缘无故离家出走。到底你是爱我拢讲，你才会相信？彩华是我的媳妇呢，而且伊带走我的金砖，我比你更加着急呢。好啦好啦，咱们讲起来，我即咪先去公司啊，叫人去找看嘛。工厂下晡要出货，这出货单麻烦你签一下。陈总，辛苦你啊。应该啦。陈总。妈。原来你在这，我刚走去仓库找你。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彩华带志文走啊啦。对啊。你讲走啊，什么意思？蔡华伊啥物拢无讲，带着志文离家出走啊！蔡华好好，那雄雄决定要离家出走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唔知影啊。妈，你点出来，那会唔知影咧？蔡华无代无志，那会可能走去？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是啦，八条啊，蔡华离家出走一定原因的啦。啊，都下仔恁爸爸打电话找蔡华啦。到底蔡华要创啥？我挂空台哦，卡过来通电话找彩华，彩华手机也拢无接呢。我感觉彩华怪怪，我就走去找恁爸爸，甲问好清楚啊。那你爸安怎讲？恁爸爸啥物拢嘛无讲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会出来，恁爸爸甲彩华一定是有啥物代志惊让我知影。奇怪啊，啊彩华手机无要接哦，啊空台佫急要找伊哦，啊因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今日就感觉彩华怪怪，伊阁讲一挂我听无的话，未输你跟我相识嘞。照安尼讲起来，彩华伊早就暗算要离家出走了嘛。陈总，我今次是要哪做嘞？妈，这件代志甲爸一定有关的，我即马来找伊问个清楚。代志哦，一层接一层哦，拢袂平静啊。奇怪，啊，蔡华电话那天敲不通，敢讲就参照严明珠所讲的，蔡华即马已经摕到光碟啊，而且伊嘛已经将光碟交予明珠。爸，哎，先生。我问你，你到底对彩华做啥？姓张嘛，彩华是你的母啊，伊即马人走无去，而且讲将我金子给查走，我才想要找你啊，你竟然来问我。阿公，莫搞错，你真着急要找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，也不是讲我为了你的代志。哪个说你倒来公司上班，我敢有需要叫彩华去扣扣你？你讲白啥啦？彩华无可能无代无志就安尼走去，一定是你家逼走对无？彩华是我上喜欢的媳妇，你甲伊的结婚嘛是我甲你斗相共的。我要听信听信我的话，没人可能逼你走。你别去看我，你卖啥物啊？是啊，那我卖啥物啊？你老实甲我讲，你甲彩华之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
你讲啊，姓赵，我甲蔡华根本就无虾米代志。你也知影，蔡华是踮咧恁家无去，我嘛真着急想要找着伊啊。但我为你眼神看出来，你一定有虾米代志，阮无法。你外口讲无要紧，也不过我一定找着蔡华问个清楚。上好是我找着蔡华，而且是平安无代志。啊，咱爸仔囝关系到这为止，先生。我一定要踮咧圣昌找到蔡华，正经找到伊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失去一个后生。蔡华唔肯听话，连空谈嘛出袂完。这个世界上，要有甚物人会当相信？头拄啊，我是下到下死鬼在骗空台，讲蔡华的光碟片已经交给我，啊，不过伊的个性一定会去问蔡华，我一定要先下手才赢。你去吧，姐。什么代志？你帮我订这个餐厅，啊，搁有，搁联络这名单顶关的检调人员，都讲你要请伊食饭。是。刘康泰，你敢反背我？过去我会当一手栽培你，今嘛？我要一手把你毁掉。对啊，医生有跟你讲怪他当时好不好？你别着急啦，医生有帮你做过彻底检查，而且我也每天陪你出来做复健，我相信真紧就好起来。对啊，那个。不知道叔啊，今麦到底在我引导有关系无？不必，淑婉是你的囝，你当然有权利来看。淑婉，你真能当好吗？你放心，淑婉伊真乖嘛真好。你敢知影，伊暗时困的时阵拢会较困。这个问题，头一天伊阿妈我就已经发现。阿哥，自从我要开冰箱了。伊拢会走去冰箱摕物件食，你唔通继续坐饮料伫遐，卖回食伤甜，餐就是我较危险的物件，漂白水、清洁剂，唔通放伫下当摕到的所在。这点我知影，苏阿姨真乖，不管我讲啥物，伊拢会听话。只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就是对伊无法。是啥物？想妈妈，苏阿姨是要困的时阵。就敢那话袂出口嘛，话袂爬起来，嘛是同款话袂出妈妈。天光起床，少爷把酒一杯开，头一句话嘛是想要找妈妈。好，下课了，小朋友，我们把画纸收起来，然后你们可以带回去送给妈妈哈。来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老师。
虎皮，告这顶一百，苏阿姨若看到你，一定会真欢喜。我袂去啊！我惊我家看到伊，家唔敢分开。杨姑娘，莫去讲啊！苏阿姨来这里等伊，你爱记得，莫甲苏阿姨讲我来这，我家伫边仔偷偷看伊。老师说再见。好，四人再见。好，爸爸再见了，拜拜。我喜欢的。淑爱，你为这是啥？妈妈。淑爱为什么跟妈妈讲话不？嗯？为什么跟妈妈讲话不？你会跟妈妈说，妈妈我爱你吗？妈妈我爱你。卡多少？妈妈我爱你。比较有模有样啦，哎，是讲诶，偏心啦，啊，干那会晓话阿妈，啊话阿唔是阿公啦，伊话是阿妈妈胡逼，对啊，无惊偏心啦，吼，我伫咧想，这件代志咱做了到底是对啊唔对？你是讲啥物对啊唔对？但就胡逼要靠苏焕跳分开。啊！你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现在只嘛常常讲这种的，哎，爸，苏阿姨大刚要找妈妈，父辈大刚在咧想伊个，要不咱就安尼甲因跳分开，咱敢袂伤过自私？无啊，啊！你的意思是，咱是不是应该将苏阿姨害乎父辈？你是不是在起笑？无简单，要将囡仔拖倒转来。你即马讲要将囡仔行个虎皮，我唔答应。我嘛唔答应，你咪讲算账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爸妈，莫干那考虑到咱家己的需要。咱小宝的时阵，需要子孙，需要传宗接代，要唔干那敢唔替苏阿姨搁虎皮想看卖咧？三岁囡仔，是伊上需要母爱的时阵。咱着将伊母爱夺走，怀胎十个月，是妈妈的心头吧？咱着安尼活活甲伊乌走，迄是父母甘愿的哦，不是咱用抢的哦。是父母甘愿将苏阿幸予咱，要过这个过程，咱是用偌济人情，用偌济血力去甲求伊好处。虽然咱要夹着夹枪去甲抢，但可咱是利用父母伊的善良，予伊无法度拒绝。这是比较更硬气，要更加厉害，要更加自私呢。苏爱是咱黄家的姑娘，偷偷在那有什么唔对？莫袂记得，当初虎皮是大巴肚的时阵，予咱赶出去。你囡仔是食唔着什么药啊？我甲你讲，你要将囡仔行予虎皮，这是绝对无可能啊！总是害我爱袂着。